好了，好好好好好，坐吧坐吧，请坐请坐，请坐请坐。感谢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世音菩萨，感谢卢台省师父，帮我救救我的儿子，他是04年属猴的，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零几年呢？04年属猴的。身上有灵性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现在主要是头坏，头脑上有灵性，但是呢，影响他的脚。对。看见了吗？脑肿瘤、试管膜瘤，还有那颈椎所下以他面的的。脚就不能走了，听得懂？现在可以走，在化疗。啊，在化疗，就是他的脑肿瘤影响到他整个神经系统，所以他的腿啊慢慢会瘫痪的，明白了吗？那怎么我帮能？你看看这个瘤大不大啊？几几年的？属什么的？04年属猴的。有，其实呢不算太大，但是它长的位置啊靠近血管。对。看了很多医生都看不好，就是希望台长人这家个。医生都不敢跟他开刀，对，因为找了他很很多。快，如果开了不好，会死在手术台上的。对，看了很多医院。我告诉你，像这种情况，台长会让他很快的缩小，用什么方法知道吗？一个配合医生的治疗，第二个好好的念小房子，第三要狂放生。你刚刚看到那个小孩子，本来医生都宣布他死刑的，人家活了。我告诉你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呐。谢谢台长，请帮我看一下他要多少小房子，还有放多少生一辰。千六百张，放生至少要放6000条鱼。谢谢台长，没感问题谢的。菩萨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不能吃活的，叫他要吃素。好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你也吃素。好。还有，不要把那个包老放在前面，像个卖售票员一样的。好，因为包放在前面，过去讲就叫讨饭包，所以经常把包放在前面的人命运就不好，听不懂啊？谢谢，好了好了，起来了起来了。谢谢师傅。我告诉你，我再告诉你，你儿子什么时候开始转？我可以告诉你，3个月之后开始转了，就会缩小了。你去做吧。好的，OK。好了。